拍啦，灰赛要来啊，灰赛要来啊，灰赛要来啊，哈！啊，等奶奶嘛邀请大家哈，跟着我们一起陪着灰赛一路散步莲池潭，哦，让他走到来孔庙遐。晚上七点在孔庙那边有火舞哦，非常好看。你昨天有没有来看？那你今天不能错过，因为昨天我有在上面表演，很好看。好，晚上见哦。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，千人拉火师，以前两倍以上的民众们，大家一起散步莲池潭，这个画面太美。人多力量大啊。